夏天天气热，我最喜欢睡凉席，但是伊个生菇会噎吗？玻尿酸凉垫表面满满的透气孔，空气可以在里面跑来跑去，冷气进得去，湿气排得掉，就好像睡在云端上面，不怕闷住，背部长痘痘。来，床单它可以洗，但是床垫睡了10年要怎么洗？黄的、黑的，它是透气凉爽的保洁垫，没有用，脏都在床上。你用它之后呢，脏的、臭的全部吸在这里。而且它不会透过去，还可以整个丢进洗衣机，黄垢尘螨通通都不见，黄的进去，白的出来，连尘螨都不怕。你看不看不？无论多好的床，睡久了变形塌陷没支撑，把凉垫铺上去就是弹，就是弹。我们有9000条独立丝，做的越细越支撑，别人不弹。就是不弹，不弹你就会睡到腰酸背痛，这么弹就不怕会睡到腰酸背痛。而且最厉害的是把玻尿酸坐在床垫里面，脸可以保养，但是身体怎么办？满满的都是玻尿酸，比天丝更舒服。玻尿酸的好看我就知道，祖母睡过真的棒，7天让你免费睡，你会爱上它。